活着卖了还了吧，哎，要活着卖了，活着不打点儿的吧，是喽，不要那一桩，哎，是又来这一桩，这个桩桩点点不一样了吧，不一样，不要那一块儿啊，是又来挣一块儿，啊，怎么着，不要那一点儿啊，是又来挣一点儿，好，你瞧的这块布，哎，你看看什么色儿，什么色儿呢，没有包边，没有褶，是没有窟窿眼儿，不错，那是本色儿白呀，啊，白的，这是一种青，青，这本是上海阴丹是灵布尔的，真好，智力多么的匀呐，啊，是智力多么的细，哎，智力多么的好，啊，是智力多么的密，怎么着，不提这种青，啊，他单提这种黑，啊，他怎么那么黑呀，为什么呀，他怎么那么黑，为什么呀，您说怎么那么黑，啊，是黑中透着亮，啊，亮中透着黑，他是黑有亮耳的，他黑的像长辈，啊，他黑的像李逵，压在唐朝那又一位黑警队，太黑了吧，您说黑不黑呀，啊，他哪还没他黑，哎，他东山送过炭，啊，他西山采过煤，他是开过两片，没唱子卖过两片煤，他是当过两片，没哭的二掌柜了吧，啊，您说黑不黑呀，啊，哪还没他黑，怎么着，不提这种黑，啊，他单提这种货，好，要买这种布，啊，丁儿当儿拐弯抹角来到了，到哪儿了，他来到北京城，北京城，他讲究八大祥，八大祥，什么是八大祥，什么瑞福祥啊，瑞灵祥啊，广成祥啊，颐和祥啊，祥一涛啊，朗峰头条，左北超南，还有一个新祥一呀，好，他到底哪儿买，哎，站在柜台外啊，点着名的要，哎，点着样的挑啊，大洋也得五毛六啊，五毛六一尺，大洋也得五毛六啊，好，来到我这个摊儿，怎么着，一个样的价，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行市，谁也不买，大刀边啊，小刀沿啊，小门脸啊，小四个小布摊啊，碎布头啊，零五花啊，来到我这个摊儿，哎，那位先生说，说卖布头嘞，哎，多少钱一尺，多少钱呢，站稳了脚儿，我讨讨尺寸，我讨讨尺寸，你听听点儿吧，哎，讨为五尺，不够，两讨为一丈，不够，三讨一丈五，够了，算你一丈四，为什么呀，少打尺寸少花点儿啊，多少钱一尺，您给一毛八一尺，您合一合啊，您算一算啊，他是有本没本，他是有赚儿没有赚儿啊，一尺一毛八啊，十尺一块八，哎，四尺打四毛啊，四八三毛二，那就七毛二，总共是两块五毛，这账算的，五毛二分咱不要了，两块钱不要啊，不要不要紧，哎，额外的升值还得让了他，好，这不两块钱啊，我狠了狠了吧，嘿，两块的大洋砸破了他，去两毛让两毛，您给一块六，掌柜的，去一毛让一毛，您给一块六，小本儿，再去两毛，您给一块二，别让了，再去两毛，干脆一块钱，这不一块钱，那位还不要，别让了，去一毛让一毛，我去再让就赔了，去一毛让一毛，我去一毛让一毛，我去一毛让一毛，白拿去了。